當時話師公上嚟咧，我哋都好覺得好開心啦。咁亦都又揾啲好活躍嘅兄弟，就落去開門接佢嘅。佢嚟到咧，如果四個字形容師公咧，就温文爾雅啦。澳門好緊要啦，嚇！問公去咗澳門之後，咁啊到何金銘師傅，所以我哋都非常之重視從澳門呢一支系嘅聯繫嘅。呢五十年嚟咧，相信就喺澳門學過嘅詠春，可以講得話係嘅人有成千上萬。阿葉問啦，阿師公啦，佢點解教你咁多咧？如果你講師傅咧教我哋嘢咧，我一生人啊最受惠，我師傅教我一句：怕打就中被打。一嚟咧，我喺電視度見真係好爆，而我親身體驗到真係更爆，所以就覺得即係傳統角色應該係咁樣。在很多徒弟之中，葉問是對金銘特別好像好一點，以我的看法，我的感覺。